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戴戴为大家带来的史蒂夫的长途冒险。上一次啊，史蒂夫进入到了城堡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，所以上一次呢，我们是闯关寻找史蒂夫，现在我们是来到了这一关卡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关卡有什么吧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点一下按钮。哎呀，加油吧，战士！识破敌人，好嘞，这就看我的了。如果说我下面没看错的话，刚刚下面是有一个村民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保护村民，把这些僵尸啊全都给他打死。还好我们是有武器的啊，小伙伴也都说了这一关比较难，哎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我有这么强大的武器，这些僵尸还能过得来？好的，这些僵尸都是小弱鸡，还是被我们三两下都给打死了。在这里呢，先保存一下出生点，现在是第七站，然后我们来看一看，哎，没有什么东西了吗？让我们就直接过去了。这好像是游泳啊，不会吧，这么残忍的吗？哦，给了我们一个水费的药水，哎，那太好了。让我们，哎呀，这边好像过不去啊，不会吧，这难道是一个水下迷宫？哎，从这里可以上去啊。好的，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二层，这第二层有什么，来看看。好，从这里可以上去。哎呀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果然是一个迷宫啊，水下迷宫啊，我们要是没有水费药水，这可不就惨了。哎，哇，我们竟然过来了哟。现在是第八站，第八站是什么？下来一只小船，然后我们坐上船。好的，这边应该就是目的地了，然后我们从这边游过去啊。哎呀呦，小心一点啊，别碰到这个蜘蛛网了。游，太棒了。说明还是我开船技术好，是不是？老司机了都。呀，这个从这边过。好的，完美躲开。这边过，漂亮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开船技术，哎，终点到了。好的，第九站。进入游戏后会自动往前走。你需要调整左右键，不能碰到障碍物，撞到就游戏失败，会重头再来。这还不好办，看我的。哟，我们现在是在走动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一跳不过来了，撞上了。哎呦，从头再来。哎呀呀，我去，这我走。哎呀，好的，终于过来了啊。哎呀，我去。好的，这第二关了。哇，这怎么能过得去？来，靠近一下。这也太快了吧。啊，我是说这移动也太快了吧。这小心一点啊，千万不能再撞到这个铁块了。不行了，前面又有一个铁块，这竟然被我们撞破了。然后我们从这里过去。我走。别过去。没有撞到，嘿嘿嘿。好的，然后我们从这里，让我们到这边移动一下。移动，撞不了。好，非常完美啊。好，前面就结束了啊。哎呀呀，我们到终点了。第十站，可以拿木板，最多携带三个，用完回来再拿。木板放在侧面，这样就可以到达泸定桥对面，小心周围。好的，这一关还能不好办吗？
好的，给我一些木板，然后这有三个木板，一次只能拿三个，然后我们放在这里，直接铺到对面。不过，哎呀呀，我看到了啊，这边有骷髅射手，他们在这里射我。不行，我不能被他射到这个桥下，射到这个桥下我就死翘翘了啊！在这里呢，先存档。好的，我们先放一个，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 ，OK。然后我有一个想法啊，然后拿着我们的木板，在这里呢给它围起来了。这样的话，这个骷髅就看不到我们了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攻击我们了。哎呀，我这个主意实在是太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垫了啊。哎，木板不够，回去继续拿。虽然这样比较保险啊，但是我们铺的还是感觉慢了一点。这个铁栅栏围着呢，它好像看不到我，也射不到我。哎呀呀，这不就简单了吗？拿着我的木板，可以大摇大摆的在这垫了啊。反正你又看不到，你又射不到我。完美啊！哎呦，竟然射到我了！哼，小样，算你厉害。然后跳过来，